天下杂志2020年县市大调查出炉了，花莲县长徐正伟是以75.3%的高分，在非六都县市首长满意度当中是排名第4，是满意度最高的女性县市首长，也获得80%以上花莲乡亲的高度肯定。根据天下杂志2020县市首长市长满意度调查总排名，县长徐正伟相较于去年总平均得分略有提升。县长徐正伟表示，非常感谢花莲县市长乡镇市首长以及民意代表对花莲县县务的用心，以及327,000名的县民的肯定，期许将花莲打造成一座幸福城市。花莲近年来在县府各级处同仁们携手合作之下，已经奠定地方发展深厚的基础，让所有建设逐步落实。他表示，未来仍会持续为花莲打拼，让乡亲看见花莲更好的发展。同时也将这次殊荣归功于所有的乡亲。县长徐正伟表示，公务繁忙，自己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，为了就是要把握每分每秒为人民服务，让人民有感，对他而言就是最大的鼓励，也是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。智慧观光友善花莲，他与县府团队将持续努力，把花莲打造成为国际知名的幸福城市，为花莲人带来幸福感。而这次幸福城市大调查当中，针对县市竞争力进而总排名，竞争力五力分别为经济力、环境力、施政力、文教力以及社福力，并且考量县市发展资源的差异，将幸福城市分为六都组以及非六都组。而花莲县排在非六都县市评语当中，居全台第7，名列幸福城市的前端。记者中央广播报道。